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有好一阵子没有看到各位了，我不晓得我们来到教会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没办法，我生下来我是 baby， 我就是基督徒，我必须跟着我的爸爸妈妈来到教会，还是说，我被教会很明亮、很欢乐、很开心的气氛吸引，这里有我的好朋友在当中，我来到教会，还是说有可能你在当中因为服事，因为在工作上我有重担、我有挫折而来到教会，甚至呢，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原因来到教会。甚至呢，我有听过有不信主的人讲到说啊，教会是什么？教会呢，就是软弱的、走投无路的来到教会。我是不可能进来的，我很 OK， 我很好。或许当下他这样子说，他觉得说来到教会的人可能都是软弱的，都是。已经到一个绝境的地步来到教会，或许我们假设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们来看，我们刚才讲说有可能我们来到教会是患难，是你挫折你痛苦的时候来到教会，有可能也是我们在当中服事的时候有困难，觉得很疲惫来到教会。但是在今天的早晨，在今天的早晨，刚才预人执事他有谈到的是说，我们来到教会的这一段经文的前面，以我所述的三章的12节这边有提到，不管是我们是什么原因来到教会，不管我们遭遇到何种的状况，我们都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那个保险、那个恩典，就当放胆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有可能我们是在各式各样的环境之下进到教会，甚至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在患难的时候进到教会，我在挫折的时候进到教会。但是要记得，上帝的话这样应许我。要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不灰心丧胆，因为他支持我们。在刚才预人执事他有提到的一个点，第一句话说，谦卑的来寻求。我们都知道说，我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遇多大的困难，谦卑的来。寻求，你知道这个对当时候来讲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吗？因为当时候整个犹太人环境，他们祷告是站着，然后手伸直这样子祷告，他不屈膝祷告。但是圣经的作者在这里讲到的是屈膝的祷告，屈膝祷告表示我是一种谦卑的俯伏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有没有试过这样子，在主面前是一个屈膝祷告的方式？我们可能可以从今天的早晨，从这一段经文，你可以试试看。我回家的时候，我在我每一次的祷告，我是跪在主面前屈膝的祷告，这是很特。在当时，现在看起来我们可能不觉得是怎么样，但是犹太人当时他们并没有这样子。我们可以试试看。甚至他有讲到说，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很丰盛荣耀的计划在我们里面，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成就。你愿不愿意来到神面前屈膝谦卑的祷告，尝试看看，不只是坐着祷告，站着祷告，来到他面前跪着祷告，试试看这样的方式。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说，不管你信主多久，认识主多久，
都要知道，哦，不是这样白白的来，要知道他在我的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虽然我过往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是年轻人也好，是长辈五十几岁信主也好，已经来感觉哇，我来不及了。但是没有，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一个美好的特质在你生命当中，美好的特质要让你发扬出来。但是你知道这一些，我们就停止了吗？我知道上帝给我恩典，就这样子就停止了吗？不是哦，从这一段经文，预言只是刚才讲的，按着他丰盛的荣耀什么样子，是借着圣灵来彰显，借着圣灵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的那个圣灵，使我有力量的去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在我的里面。我们不是说我们信主然后我们就是一帆风顺，我们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样子借着这个圣灵在我的里面，可以帮助我胜过各式各样的困难，胜过各式各样的挑战在当中。我们可能期待我的灵命，我信主之后，我受洗完后，我的灵命要增长，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这样子，不只是受洗完后，我们不当受洗完后的基督徒，我们期待的是一个灵命要增长的基督徒在我们当中。所以他十七节他有讲的是住下，住在我的里面。其实住在我的里面是我们去慢慢的建立它，也代表什么？我有没有固定的在主里面灵修？我没有在主里面固定的祷告，而不是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而是一个长居的状态，不是什么？不是暂时居住的状态，是一个长期的状态，一个稳定的状态，要在他的爱里面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一步一步的使我们的灵里得刚强。这是很特别的，上帝这样子来透过这样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一步一步的使我们的灵命刚强。刚强要花时间来建立，刚强要花时间来建立，而且怎么样子？而且需要去委身的，需要委身。我们想象一个，我们想象一个画面。我们的生命或许在各式各样的状况进来，终归就是我要我的生命得着丰盛，好像在右边的那个图面这样子，我的生命要每一个层面都要结出美好的果子，要丰盛。那你想想，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在这个爱的，我说明亮、欢乐、欢喜、快乐。回想，你想植物，你想植物，在一个营养、在一个有爱的氛围的状态下长得比较好，还是在一个荆棘、在一个外面的世界、集体的世界长得比较好？当然是在这个有爱的氛围的浇灌下，有上帝的真理，有耶稣基督的恩典、爱的引导下，这个植物是长得很好的，是定根的，是成长，是茁壮的，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想说，啊，原来当我的生命，而且是我的属灵的生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长大的时候，也许我们刚才讲的，也许我进来的状况是我刚才讲的第三种那种心理刚硬的人，觉得，我们是因为我们有患难了，我们走到绝境了。假设他的论点，我们先暂时认为是对的，但是他不进来，
你进来了。本来原本的生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一个爱的氛围下面，你的生命已经跟他不一样，你的生命充满了这些属灵的每一个层面的丰富在你里面。很妙的，哥罗西书用这样子来去比喻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同样的，他也讲了，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除了像植物一样定根的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成长定根之外，被他滋养。那我们也提到，我们信主以后还是会遇到患难，还是会遇到困难，没有信主完后就一帆风顺，没有。但是我有上帝的话语，有他的真理，借着圣灵的力量，他帮助我按着次序，按着步骤去做建造。不一样的是，我原本是摇摇晃晃的，但是现在我有一个稳固的安歇所，甚至这个安歇所也怎么样子，也可以成为别人来我家、来我生命的安歇所，也可以成为什么？成为你被蒙召的一个光点，一个住处，一个供应人的地方。这个跟我们当初所讲的物质来信主物质的丰盛是不一样的，是在主里面被建造，也在主里面，你的生命有属灵的丰富在里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好孤单啊，我常常觉得我一个人，我的生命有很多的问题。在我的身上，工作上也好，经济上也好，亲子关系也好，我感觉我的生命是各式各样被各式各样的问题困扰追着跑。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这一段经文的最开始的前面，我们都是因着相信耶稣，因着相信耶稣，他要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到神面前坦然无惧接受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你愿意放手吗？你愿意放手吗？有时候我们可能是不只是还没有信主，有可能我们是好几代的基督徒，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一样把自己的问题背在身上。但是透过今天，可能只是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要再一次的问我们自己：我愿意在我的问题当中，我愿意放手，我愿意交托，我愿意倚靠主吗？不只是这样子，他要恢复你，他要坚固你，他要恢复你有荣美的样式。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啊，有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很爱主，他跟教会的牧师说：“主啊，教会的牧师说，牧师，我要去念神学院。”那牧师就问他说：“你得救了吗？”他很确定的说：“我得救了。”那牧师这时候就回答他说：“你在哪里得救？哪里就是你的工厂，哪里就是你传福音的地方。借着那住在我里面的，使我的里面刚强起来，你得救的地方，就是你要传福音。”你的生活就是你要传福音的地方。我们可以谈到说，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特别是在我们
们患难的时候，我们要永远记得今天的这一句话：上帝照着运行在我心灵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来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也许我们当下有不同的感受，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话语，圣经里面的话，是一句不落空。我们可以说，当圣经的作者去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他内心一定有这样子的激动，有这样很深刻的经历，所以他可以说出这样子的话来。也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去勉励当时以弗所书的人，也间接的勉励现在的我们。所以每当你患难的时候，你向上帝祷告，屈膝的来上帝面前祷告，记得上帝的话永不落空，他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的。那我们讲说这句话是因为要使我的成就而成就吗？因为这句话就是祈求上帝听我的祈求吗？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子哦，不完全是这样，他的背景不是这样子的，他的背景是这一句话，他的背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你们要建造教会，要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在这当中，透过这个应许来帮助你们在以弗所那个教会当时候的人，你们做的事工，用这句话来坚固他们。上帝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举例一个分享，今天有在做一些，上次有去翻路教会短宣队，我们有很多的感谢神。第一点的，最大点的，向神献上感谢是什么？我们刚一车子一到那个教会的时候，突然下莫名其妙下了一场很大很大的雨，我想说哇，这下下雨了，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怎么做事？但是神很奇妙，当下完雨的时候，我真的是向主感谢，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真的是非常的优，当他们我们一到的时候整理各个行李之后，我们就打扫。在打扫的时候，我感谢神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下的那一场雨，我们打扫的时候不会流很多的汗，因为当地的牧师告诉我们，在我们还没有来的前一个礼拜，嘉义非常的热，热得不得了。我感谢那一场雨啊，下雨完后。”当我们打扫的时候，整个空气是非常清凉的，而且那一整周，刚开始之前都会下一些雨，因为我们都在室内有一些活动克服，所以那一个礼拜的天气是跟上个礼拜很炎热的，我们还没有来之前炎热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一件要感谢主的是什么？一直下雨，衣服会干吗？不会干啊！但是上帝就是这么奇妙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到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不能够一直拿着电风扇吹衣服。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怎么样子？大太阳出来了，有没有感谢神？为着天气来感谢神，神把那个。如果再不干的话，我们可能都要穿湿哒哒的衣服。但是这时候，在小细节上，主你也掌管天气。我们的主是调度万有，要知道我的主是调度万有的，我的主是掌管一切的。就连这种小事情，他都帮助我们。礼拜三、礼拜四就大太阳，我们又有干净的衣服可以穿。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当中
我们的眼光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我不再去求我个人的事情。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一段的经文不只是在，其实它真正的背景是在祈求建造教会，啊，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健康强壮的教会，在以弗所，因为以弗所是一个啊，在一个还没有信主的环境之下，圣经的作者用这样子来兼顾他们，所以我们可以要不要转一个眼光，告诉主说，主，我要向您祈求，我不再是求我个人的好处，我个人的利益，我们把眼光转向什么？眼光转向说，主，我要更多的来认识你的属性是什么，我要更多的来认识你的爱，以至于我可以这样啊，我可以跟随你，我可以借着那住在我里面的搭配神的恩典，要超乎所求所想的，我借着我那里面的，我来尽心尽力的来侍奉你。好，我们可以祈求什么？我们可以祈求，虽然说我有遇见各式各样的困难，我们，但是我们记得，我们刚才讲的，神是按着充充足足的力量来成就我们。上帝早就为把你的困难排开了，他早就这样应许我们了，他早就会保护你、引导你。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祈求的是，主，我的生命要，我的灵命，我的信仰历程，我要有一个健康的状态。我的生命是要给予的，我的生命是要给予你的爱的，我的生命是要见证你，我的生命是要见证你是基督，你是荣耀的父。我要在我每一个的患难里面怎么样子？我刚才讲了，我们信主还是一样都会遇到困难，不会说一帆风顺啊。吃完灵奶之后，我们还是要吃干粮的。我要在我每一次的困难当中，我要去更多的操练主，我的信心要因着你而增长。好，我们也可能是说，主，我要跟你讲的是，从今天这一段经文，我要告诉我自己的是，我要来去见证你，我要来去施行你的爱。我们甚至我知道说，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信主，他就已经开始去分享主的爱，去见证主的爱。哦，在我们当中，我知道有几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透过今天早上这一段经文，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说，我不要再当一个袖手的旁观者？旁观者，那不是信仰的本质。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疑惑说，哎呀，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经历这些人家说的是这些真理？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经历？难道这些真理，这些他们说的上帝是慈爱的，耶稣基督的恩典，难道这些都是骗人的吗？那我要告诉你，如果假设这一个论点是真的话，那玉君传道可能是被骗的很大的那一位。我可能是被骗的很大的那一位。但是有没有可能第二个论点是什么？第二个论点是这些真理是没有错误的，只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妨碍以及阻碍了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爱在我的生命当中去实行、去流露出来？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我们假设说，这些想法，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论点、第一个论点，这些想法都是取决我们决定我们要怎么去想，我们要怎么去看。如果我们说的第二个论点是真的的话，就是这些论点是没有错误的，那我就是要去思考有什么是妨碍了。
妨碍我的生命，没有办法让上帝阻碍上帝在我身上的流动。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要来学习，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敬拜的生命，我的信仰是一个敬拜的人生，我的生命是一个敬拜的这样，不是我来礼拜天站站唱一唱这些歌而已，没有。我在我生命的每一个环节，在我的工作上面，我要荣耀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家庭当中，我要用很小的事情，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我要学习敬拜他。上帝不会勉强我们要这么做，他也不会一夕之间就帮助我们就达到，但是他要我们与他同在。他要我们的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个成长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子？从观看者的生命变成是一个主动的方式的生命。有可能我只是看一看，哎，看一看在教会，看看弟兄姐妹，看一看这样子，很欢乐，很好。但是有没有可能透过今天早上的这个经文来说，其实我要怎么样子？我要学习不只是一个敬拜的信仰，我要在我的信仰里面从一个观看者变成一个什么？变成是一个主动参与的。我感觉到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的华语堂有很大的变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门徒出现了，在工作之余他们非常关心教会的我们团体的状况。比如说像一起哥，他就非常努力的参与在投影，很多细节的地方我们没有一一办法的来描述。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不再只是听到，我不是在只是听一个知识上的东西，我要活出来，我要活出这个见证出来。要记得，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是关键的少数，神的荣耀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神的荣耀也在这里，也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Yeah.
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出于你。主，求你的灵与我们的灵合一，使我们内心刚强起来，刚强起来面对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挑战。主，愿你真实的爱保守我，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使我们明白你的爱何其的深，你的能力何其的宽广。主，愿我们每一个委身在你里面的，是被你的荣耀来得着。主，我们也向你说，我们的团体，我们的教会，你要得到你的荣耀。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感恩，阿们。主的爱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阿们。请坐。